慧乔主演的新戏《黑暗荣耀》一上线就大获好评，不止迅速拿下韩国话题排行榜冠军，进入串流平台全球前十名，其中宋慧乔更是击败众男星拿下演员榜一位。其实前阵子大家才在担心她的新戏热度会被前夫宋仲基认爱英国女友的新闻盖过，不过这一切都是多虑的。宋慧乔出道26年来首次挑战复仇剧就大成功，剧中她冷血耍狠的表现让人不寒而栗，自然的演技甚至碾压宋仲基刚结束的财阀家的小儿子，被网友大赞比前夫的戏好看，演技实在帅炸了，姐姐还是靠实力取胜的。而获得如此多的好评，四日她也在 IG 首度发声了，她 po 出自己的私照，写下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放上一颗大爱心，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但也足以让粉丝疯狂。而从这次的戏剧大比拼来看，乔妹的魅力完全无法挡，这绝对是对前夫最棒的复仇了。